什么人能到微尘中世界里面去观光游览？啊，经上说，普贤菩萨能去。啊，谁是普贤菩萨？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普贤菩萨。所以古大德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是有理论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啊，无量寿经一开端，得尊普贤。啊，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这些人修的是什么法门？都是修的普贤法门。那说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没说错。啊，所以真正求往生的人要发普贤愿，为什么？他相应发普贤愿，往生极乐世界特别顺利。啊，跟极乐世界所有的大众那叫同心同愿，发四十八愿跟阿弥陀佛同心，修普贤十愿是跟每一个同学同愿。啊，特别相应。啊，普贤菩萨这十愿看起来也不稀奇。啊，实际上呢，他无比的殊胜庄严。为什么？你要看他用什么心去修。你在这上你就看到了。啊，他超过一切菩萨心愿。啊，那就是他用纯净纯善的真心。作为纯净纯善，普贤是等觉菩萨。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普贤心。啊，这十愿都没有起心动念，这真心呢。啊，为什么？起心动念是阿赖耶妄心。真心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本无动摇是真心，真心是如如不动，起心动念动了。啊，起心动念是叫无明，一有起心动念，真心里面变出一个阿赖耶。啊，阿赖耶的业相就是起心动念，阿赖耶是这么来的。啊，起心动念没有原因。啊，没有原因说明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啊，所以这个无明称为无始，无始无明。无始什么意思？没有开始。要有始有终，那就有真的了。
啊，无实，当然它也无宗，所以它是真的，没有开始，就是一念不觉，一念觉，凡夫就成佛了，一念不觉，他就叫做凡夫，啊，六道的凡夫，个个都是一念不觉，这一念就是当下，不是前念，不是后念。《金刚经》上说：“三心不可得。”啊，前念已经过去了。啊，现在这一念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说现在？现在已经成过去了，未来还没到。所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通通不可得，全等于零。凡夫成佛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觉悟了就是佛，不觉就是凡夫。不起心不动念难的，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啊，那怎么办？世尊慈悲，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啊，让我们先放下执着，好啊，执着起什么作用？执着制造六道轮回，不执着轮回就没有，证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之所以呢不能出轮回，出不了轮回，就是执着不能放下啊。执着从哪来？从分别来的。分别从哪来的？从起心动念来的啊，所以你放下执着，成阿罗汉；放下分别，你是菩萨；放下起心动念，你成佛了。啊，在十报图里面称你做化身大士。啊，十报图是真佛，没有圆满。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天台大师六界佛里头叫分真即佛啊，最后是究竟即佛，那是圆满啊。这些理事我们在经典里面学习的很多，所以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啊，有这个概念呢，重要要修行。修行怎么修法？六根对六尘境界，学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这是按迷从前到深这个顺序来的。那修行呢，是凡其道而行之啊，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啊，这是修行人走的路子。啊，如果样样都还执着，那在佛法里面讲，你虽然通达经教，没有把经教想错，你是有解无行，
修福没有修慧，出不了六道轮回。要想真正出轮回，要真干，要修。净土宗是最方便的。前面祖师大德讲过，就近方便。这方便什么？就是一句名号。我执着念头才生阿弥陀佛，用这句佛号把执着念头打掉，这是真修净土。他能够得四义心不乱，得四义心不乱就是证阿罗汉果，见思烦恼断掉了。分别心才起来，阿弥陀佛，通通念头不起则罢，起都落在阿弥陀佛上，这是究竟方便的。用这一个念头，阿弥陀佛这一念，所有念头全部打掉，这就相应了。只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相应，跟其他的全部相应，那么到最后的结果，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再把那个不起心不动念放下，就成佛了。你看这个法门多妙啊！太巧妙了！念佛我不能放下，等于没念。所以张家大师当年教我，我问他，我们呀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让我们很快其如佛的境界？他教我看破放下。我们用什么看破？用什么放下？用一句阿弥陀佛。这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里头，再也找不到这么殊胜方便的法门。这个法门的好处是你真修就法门，立刻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阿弥陀佛加持你，同时你就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加持。别的法门没有啊，别的法门得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的加持，得不到变法界虚空界，也得不到。这个不可以不知道，你要知道了，你信心坚定，不会再搞这个搞那个，不会动摇了。因为你不知道，听说这个法门有这种佛加持，那个法门有那个佛加持，你就学很多法门，学很多法门也不过是几尊佛加持而已。总不如这一句阿弥陀佛得到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加持一个也没漏掉。这个账要好好算的，不难算的。为什么不难？那就你业障，你烦恼习气，你业障。破除这些业障，放下一切障碍，你对于这个经教
理、事啊，性相因果，你全搞明白、搞清楚了，你自然能放下。啊，到真正能放下的时候，功夫得力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你眼睛看一切人，男女老少，贤愚不肖，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现身说法，让你看到这些境界，你还会不会执着？你还会不会分别？你还会不会起心动念？你修在哪里修啊？离不开境缘啊，境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看破放下就在这两种环境里头修啊。啊，这个环境大分，环境有顺境有逆境啊，人事有善缘跟恶缘啊，一定要知道境缘是有，善恶是假的，顺逆也是假的，没有顺逆，没有善恶，你的清净心现前了，平等心现前了啊，没有善恶，没有顺逆，那是什么境界？极乐世界出现了啊？为什么呢？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为什么不平等？你有执着不平等，你有分别不平等，分别执着放弃就平等了啊！那我们在境缘当中不用第六识，第六识分别，不用第七识，第七识执着，你看你不用它，它就转变了，转识成智。你不用第六识，第六识就变成妙观察，不用第七识，第七识就变成平等心啊，这两个转了，第八跟前五跟着就转了。用什么方法转的？用这一句阿弥陀佛转的，妙啊！一句阿弥陀佛可以转八十乘四智。啊，转八十乘四智往生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啊，不是在同居土，也不是在方便土，你看多妙啊！为什么难心？理没搞清楚，事没搞清楚啊，因没搞清楚，果没搞清楚啊，所以有人说，将来这个佛法总归到一步去，那这一步经是哪一步？你要问我，我肯定地告诉你，就是这一步无量寿经汇集本，就是这一部华念祖老居士的集注啊。为什么？这个里面把世尊49年所说的一些法，把这2000年来历代祖师大德所教的、所修的、所遗留给后世的著作
通通在中，在其中。啊，有这一本，让我们的精神、时间通通都转移，一门气修。啊，当然学习要具足，学习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经上讲的信、愿、行。啊，信、愿、行用什么来修呢？我们要感恩海贤老和尚，他这一篇光碟修行啊，我劝人每一天看三遍，念一千声、一万声佛号，这就是一年下来之后，你的心愿行就足了。这是老和尚即92年持名的功德加持给一切好人。啊，真真不可思议。啊，我这个提议确实有不少同学告诉我，啊，他们看过300遍之后，告诉我很有效果。300遍是100天的啊，一天不漏，认真去看呢。真心生起来了啊，与求往生的愿坚定的，佛号念成习惯了啊，然后一生当中，这一句佛号不间断的，口里没有念，心里念的。心里要是念念都是佛号，杂念没有了，妄想没有了，你的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清净平等心生智慧，不生烦恼。有这个基础，再听经就听懂了。啊，经里面的玄义、玄妙的义理，你能够体会到。啊，那时候就法喜充满，啊，长生欢喜心，等于极乐世界。下面念老告诉我，此名静心念佛一生之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念佛要用清净心的，不但念佛用清净心，日常生活当中要用，工作里头要用，待人接物通通用清净心。清净心不着相，着相就不清净了。
学海贤老和尚92年只住一个像，阿弥陀佛的像啊，其他的像全没有。这就是他常常说的，念佛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啊，他心里面只有一个真的真佛，除这个真佛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念佛法也放下了啊，法上饮食何况非法。84000法门里面连阿弥陀佛的像都不着，真清净这个难啊，我们做不到啊。净宗的方便就是用一句佛号代替一切法，一切法都把它放下，只有这一法，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都归一法，这个好修。我们凡夫可以做到，有大愿众，有文明的福，十方众生以文明故，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恨。这是文明的福，啊，所以念佛，老和尚念佛，平常的习惯，齐心念佛了，都是大神。大概念10分钟，啊，10分钟、8分钟，他就该小声念佛，念个10几分钟啊，默念，不出声，啊，大声念佛，听到这一声佛号。这个众生呢，就得福。啊，听到生欢喜心，受宗之后生尊贵家，得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生到有地位。有财富啊，生到这种人家了，住根无缺啊，孩子非常健康，没有疾病，长大之后跟佛有缘，遇到佛法了他会修行。啊，世间的大夫长者啊，佛门的护法，又有呢文明的人缘啊，这是德福啊，还有文明的人，人就是定啊，这不是普通人，这是他方菩萨，前面十方众生，众生
听到佛号得福，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得定，应时可获一二三人，正不退转。这一二三人，就像前面所说的，应祥人、柔顺人、无生法人，这三种人，老和尚给我们表法的，真正是淋漓尽致。来佛寺修六合，修百人，什么都能忍。佛法才能兴旺啊！啊，正不退转。由此可证，弥陀名号妙得难思。阿弥陀佛的名号太殊胜了，凡夫闻到的得福，菩萨闻到的得人啊，菩萨地位也向上提升的。别教三贤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提升了，如顺人应祥人是初地，无生法人其地，应祥人之前在十法界、佛法界没有离开十法界啊，得应祥人呢，就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脱离十法界，往生到阿弥陀佛十报庄严土。这么大的功德啊，无生法、无生法人七地，七地以上啊，大乘经教里说七地下品无生法人，八地是中品，九地是上品啊，提升到这个层次啊，最上面呢叫极灭人，舍地是下品，等觉是中品，妙觉是上品，妙觉是无上菩提，它上面没有了啊，这就真正回归常寂光。啊，真不退转。啊，真正不退。弥陀名号，我们无法想象。
德不可思议，如东密阿斯观。东密是密宗，从中国传到日本啊，日本在我们中国东方啊，称它为东密啊。阿慈观，这里面说自出一切陀罗尼，阿是梵文第一个字母，是母音，啊，从这一个字生出一切陀罗尼，啊，陀罗尼是咒语，是一切陀罗尼呢生一切佛，阿字主也，一切陀罗尼与一切诸佛皆伴也，通通从阿字生，一字之中诸般功德无量无边呢。世界圆明具德之宣矣。一法生一切法，任何一法都生一切法，好像是连锁反应，反应的速度太快了，啊，让我们感觉到好像同时升起的，啊，实际上不是同时。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屏幕是不是同时升起的？不是的，啊，它只是一条线。这一条线有了，离开的时候就从这一条线生出许许多多的，啊，几百条几千条，速度太快了，我们肉眼看到好像同时，啊，实际不是同时，啊，早年现在年轻人可能都不懂，时代过去了，啊，应该三四十年前，电影院里面放映的电影都是用幻灯片，啊，也就是通通都是动画，我们这个就是电影的底片动画，啊，在荧幕里面你看到的它是动的，一张一张在动啊，一秒钟24张，啊，我们看到好像真的，其实它一张一张在换，啊，那么电视呢速度比它更快，它的一秒钟24张，啊，电视一秒钟50张，对不对？完整的画面50张，啊，现在的电视是数码的。
数码的速度更快，一秒钟一百张。啊，所以我们对于画面震动的痕迹都看不出来，它是在震动，速度太快了。啊，我们今天看电视屏幕，跟电影那个速度来讲的时候，一秒钟是一百张。不是真的，全是假象啊！啊，那我们现前生在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体、身外所见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在同一个频率出现的，这个频率速度都快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2100兆，电没有它快。我们看到好像样样都是真的，其实没有一样是真的，只有自信是真的。自信是长期光，我们看不见听不到也摸不住，那是真的，那是一切万象的本体。长期光不是物质，不是念头，不是自然现象，所以我们对它茫然无知啊！什么时候你才能见到大乘经上常说的八地以上？八地是中品的无生法忍，你就见到了啊！所以一个阿字当中，诸般功德无量无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随你一法，就是圆明具德啊，就在这一法当中，你看到诸般功德无量无边。啊，又得往生者，无生人呐、啊，从体起用啊。这是得到了，你真往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无生人。这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的啊。无生人是什么呢？无生人就是阿惟越致，化身菩萨啊，圆正三不退，叫阿惟越致啊。第一个位不退，位不退是阿罗汉证得的，行不退是菩萨证得的，念不退是化身菩萨证得的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图里面的菩萨啊，华严经说41位化身大士诸报图，诸报图
念不退啊！啊，念念不舍，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是华严经上讲的妙觉如来，在等觉之上。啊，四十一位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啊，华严语言教四十一位发身大士。啊，证得无生人的是七地菩萨。五十二个阶级，七地是最上面的，往下面数第六个，第六个等级。啊，要往上数呢，它是第四十七个。啊，从初心为实心实住实行啊，实回向实地啊，实地里面五十二个位次的时候，算起来是五十二个位次里头第四十七个，这么高的境界。念佛人可以在一生当中证得啊，要像海贤老和尚这样用功，他一生就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什么都没有啊，他到这个境界了。你细心去观察，他生活在六波罗蜜里头，啊，我们敬宗希望我们能做到的三福他做到了，六合他做到了，啊，三学他做到了，六波罗蜜他做到了，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他也做到了，具足菩萨大德大行，五无生人从体其用啊！啊，那么再以这个作用，作用就是平等普度一切众生啊，他叫人就一句话，好好念佛，其他啥都是假的，无论见什么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合，他就是这一句平等普度一切众生，啊，众生如果听懂了，依教奉行，这一生必定往生。啊，那么凡是不能往生的，可以说一句话，都是不老实。啊，自己的妄想多，杂念多，啊，主意多，错了。啊，诸位想想，我们这几年为什么华严放下了，一切经教都不学了，就一部无量寿经。
妄想少啊，杂念少啊，啊，什么活动我都不参加了。念佛要分秒必争，啊，分分钟是阿弥陀佛，秒秒钟都是阿弥陀佛，一秒钟念一句佛号啊，这一秒钟没有空过啊。这一秒钟打妄想就错了啊！为什么不好好念佛？我们只有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个目标，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放下。什么都要放下啊！往生净土同证大觉，佛是从心显理啊！所以仙公老和尚慈悲到基础啊，在这个时候做个念佛人的样子给我们看，好榜样。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五段啊，看念老的原文。若以经体配三大，三大是体相用，那么无量寿是体大，清净庄严是相大，平等觉是用大。这里头具足了三大。一汉译，无量清净觉即阿弥陀佛矣，意思就是阿弥陀佛啊，更可以本经啊，本经体配三觉，无量寿佛是我本觉。我们学佛求生净土，一定要完全肯定这一句话啊，不要不敢当。那你就错了，阿弥陀佛确实是我的本觉，我的本觉就叫无量寿佛，我的本觉是无量寿佛，我怎么不能成佛？不但成佛，成无量寿佛啊，回归本觉吗？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庄严自心呢，这叫实觉，开始就悟了。什么叫发菩提心？我相信阿弥陀佛所说的话真的，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话不欺骗我啊，娑婆世界西方决定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里面决定有阿弥陀佛，我不怀疑，我相信，我想去，这就叫发菩提心啊！真想去了，那要一向专念，记住一个方向，专念阿弥陀佛，不能夹杂妄想，不能有妄有杂念啊！用清净心去念佛，用平等心去念佛，这就对了，这就是你开始觉悟了。你把阿弥陀佛忘掉了，丢掉了，你又迷了。我们现在每天
缺几次，比多少次，什么时候想起来阿弥陀佛就了，阿弥陀佛丢掉了就迷了。所以自己要清楚，细心去观察，我这一天24小时多少时间去，多少时间在迷。自己要发奋，自己要用功，我的觉的时间能超过迷的时间，就有进步。迷的时间超过觉的时间，我们就退转了。我们要争取，不要争取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假的。我们要争取极乐世界的品位啊，真念佛，念念不舍，品位上升啊。我们去争这个啊，这是真的。我们求往生，这个心就更重要了。啊，往生的条件三个字：信、愿、行。你就决定了往生。欧耶大师讲得好：有信有愿，就是无上菩提心。啊，这是往生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有信有愿的人就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念佛功夫的深浅。这个念佛一向转念呐，啊，念佛讲功夫，不讲变数多少。不讲，讲功夫。功夫是什么？功夫是放得下，这是功夫。一心专念，万缘放下，这功夫深。啊，念一句佛号，念十句佛号，啊，抵得一般人念一万声，念十万声，念百万声。都不知啊，他念那么多，他没放下，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啊。所以功夫浅深呢，也可以说心地清净平等，这是功夫啊！啊，念佛人必须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海贤老和尚跟我们表法，念佛的人在这个世界看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我对阿弥陀佛的尊敬表现在哪里？表现对一切人事物，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全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自信，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自性，
没有丝毫差别，这才能入佛境界。这个功夫深呐，一念就能往生呐。啊，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念二十万声佛号，对这个世间有留念，对这个身体有留念，对身体留念，贪生怕死；对世间留念，心里放不下。这种人不能往生，他有障碍。啊，这个光碟里头，海贤老和尚光碟，你们用心去观看，他说了多少句，劝人念佛，念佛是真的，其他啥都是假的。这个话他说多少遍？这是老和尚的口头禅。无论对什么人，都是劝你要念佛了啊，念佛去吧，没有二话可说啊！你看他的信心多么圆满具足啊！他生活在哪里？他生活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眼前。啊，为什么是生在极乐世界？他没有苦啊。